你们两个人呢，都是我妈千挑万选挑出来要给我当老师的。我呢，觉得你们两个也都很不错，但是我只能选一个，所以你们必须要决出胜负。肉肉，选我，选我。肉肉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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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为了决出胜负呢，我这里有一个办法。这里呢有一盆辣条，你们两个人呀，谁吃的多，谁就是我的老师。说起这吃辣，我就没拍过谁。要要，我给你表现一下，你是不知道我这辣西施的称号。来吧。好，准备好了是吧？预备，开始。比了，我认输。58辣条你都能吃下，你真牛。早就跟你说了，我这辣西施的称号不是白来的。二狗，你这是吃不下去了是吧？啊，吃不下去了。好，我宣布胜利的是二狗。哦，什么？为什么是他呀？我可吃了58辣条呢。哼，臭臭老师啊，你这饭量呀太大了，58辣条你都能吃完，那以后肯定会跟我抢零食吃。二狗老师，走。你给我站住！这不是坑人吗？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